发现了。谢谢啊，谢谢我们的丽琴这首这么震撼的歌曲啊，让人感觉这个余音绕梁，不绝于耳的一个好听的歌曲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为各位介绍这一位呢，也是风情万种啊，温柔婉约，流意精湛的默默嗓为我们唱这首歌曲，曲名是《Kujina Shinohana》。来，我们热烈掌声欢迎闪亮亮的爱要娇媚的。哦，我们欧阳都得波波讲的特别水呢，来，我先来哭出来好吗？谢谢啊，米莱森，好妈妈，啊，今天我爱娇的啦。正三这边。是一首也是非常热闹非凡而且气势非凡的一首歌曲，那待会儿呢，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一起同乐的话，也欢迎到前面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同乐啊，都没关系，因为今天都是开放式的地方，所以呢我们都不拘束，只要快乐有什么不可以呢，对不对啊？好，那么我们就赶快来介绍这首歌曲，曲名是卡瓦吉奥多克布奇，还是我们这位美女啊，那个发音比较标准，我是临时啦，哦，那给我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哎，我是最用心的呢。
哦，有新的节目一定是很好看的，你搞定了。为了今天晚上这个节目，他也好几天没有睡觉了。哎，你嘛搞些浪费，但是够讲出来啦。好，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这个热闹非凡的歌曲来。谢谢大家，今天晚上这一首歌很做个恩典。好，这是我们压轴好听的歌曲。来，我们再次给热烈的掌声好吗？谢谢各位，今天大家那么热情为我们观赏我们今天这么精彩的节目。
来，非常热闹的一首歌曲哈。我们今天呢，非常高兴各位呢能够参与，热情的参与啊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就到此告一个段落。非常感谢各位今天这么的抽空来这边，我来观赏我们今天的节目。那我们在此呢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各位，希望下次明年我们再见面啦。啊，谢谢各位啦。啊，同时祝刚才有得奖的人呢，能够一夕之间呢成为大富翁啊哈。同时，我们也感谢我们不老舞蹈团今天热情的赞助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再见啦，谢谢。谢谢。